《熊出没怪兽计划二》这些细节你都知道吗？喜欢建议收藏。这天，熊大熊二和小动物们一起参加森林里的祈福大会。就在祈福大会，许愿的时候，细节来了，我们注意看。从这个片段，你们发现了什么？没错，这不是《熊出没》原始时代大电影的那头小猪吗？时隔多年，它也来参加祈福大会了。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 日月之光，蜉蝣大地，巴拉咪巴拉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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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真服气喽！从这个片段，你们发现了什么？对你们没有看错，时隔多年，我们再次看到了《熊出没》原始时代大电影里的菲菲。本次祈福大会，熊大也是邀请到了菲菲。不得不说，导演真的很细心，用这两个角色来唤醒我们的回忆。虽然他们只是出现短短几个画面，但这两个角色一直停留在我的心里。